上班族，你有满腹苦水想要吐吗？现在啊，由阿达跟这个李伯恩所组成的团体自由发挥呢，来到了知名的网络公司，当员工的怨气发泄筒，两个人说学逗唱，笑翻全场了。跟您分享我们的独家消息。欢迎光临。的自由发挥新歌《欢迎光临》道尽了员工的无奈，也唱出了大家工作的心声，而他们两人也特地来到了网络公司来当员工的怨气发泄筒，把不开心的事情写下来，待会就把它贴在我们身上就可以了啊，待会见。哎，那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啊，便条纸也顺便拿一下啊，待会把不开心的事写下来啊，谢谢。在阿达跟李伯恩的宣传之下，大批人写下了心中的怒气，还跟自由发挥一起唱歌，大声骂老板。所以你去死吧，别再说一堆屁话，光顾全世界的人都要在意。哪里他们唱唱唱，他真的有唱出啊，他们发。所以你去死吧，别再当我是傻瓜。欢迎光临，也会忘词啊。老板，不要再叫我改 PPT。无名正妹，不要再拽了，翅膀硬就想飞了。简单来说，我跟你讲，电话交给我们，好不好？我们最后治疗这种就是翅膀硬的人，尤其是先打断，尤其这种无名正妹，我们已经把他关在家里，只要等我们下班。这怨气把怨气讲出来，似乎大家心情都好多了。尤其自由发挥的无厘头演出，更是逗笑大家。不过阿达跟伯恩最后也有怨气，要请网络公司来帮忙。他们可不可以帮我把我拍卖的负评价消掉？试试看，把怨气说出来，说不定气会比较消哦。